朋友兄弟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救恩真心教会的福建主日敬拜。今日的宣召经文是伫诗篇第98篇第四到第六节，全队拢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着出大声欢喜唱歌欢乐伊。着弹琴唱歌欢乐耶和华，着弹琴和诗歌的声欢乐伊，用号头甲哨角的声，伫君王耶和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。请大家来同心祈祷，至高全能的上帝。主爱的天父，你是阮的瓦壳甲房间，你是聪明、智慧甲知识的源头。求主引领阮生活有美好的见证，荣耀主的圣名，有坚定持守的心，领受你的教导，行伫你的旨意中。求主加添力量予阮。阮感謝你，敬拜你，一生跟隨你，感恩祈禱，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我在什麼所在，攏是欲俄羅主，我在這裡俄羅。
要呼露主的名，我要大声来唱歌。
请听我读今日信息经文，伫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。恁是地上的盐，盐若失味，要用什么予伊咸？后来无路用，不过歇伫外面，予人吞搭那尔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上帝祝福所听读伊话语的人。阿门。兄弟姊妹平安，请来大家阿头达地道，天官的主，感谢俄罗斯锻炼咱。经过一个礼拜的时间，即阵咱会使来亲近你，学习你话语，搁一摆祈求圣神做咱的老师，引传锻炼咱。安尼款的祈祷感恩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今日牧师爱甲恁分享的题目是耶稣甲人讲，伫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，你是世界的盐。有一寡人会来研究，伊讲盐吼有真侪款无相像的路用，甚至盐有一万四千款无相像的路用。圣经也有第有三十摆安尼款讲到盐的一个切盐。伫古早的人，当一 baby 生出来的这时阵，因人将第一身骨高身拢好保持盐，目的是甚物咧？啊，因人相信安尼款，会来保持哈伊一只 baby 正做一真正健康的人。当主耶稣伫马太福音第五章，甲咱讲到咱是世界诶盐诶时阵，伊主要甲咱讲到诶是盐诶其中诶两个真正次要诶这个诶路用吼，头一路用就是反腐诶路用，反腐诶路用就是会使将一寡诶物件，伊诶肉啦等等一寡物件咧，会来保持新鲜，别会来歹。第二项哈，即盐诶即作用咧，耶稣第三诶所在中强调咧，就是会来调味，啊，就是会来做诶物件骨卡会好食。骨卡会盘，咱会知影古早的人哈，因无有这深度，所以因人怎样保持因的肉，而且的肉会来保持这新鲜的，伊就爱剥盐，是吧？伊爱剥盐啊，剥这盐了以后咧的话，伊就会使保持新鲜真正久的这所在。所以因做咧当主耶稣甲人讲到咱是世界的盐的时阵咧，伊是叫爱会使对这世界会来带出一寡的影响，咱拢会知影这世界。有真多的罪恶的这代志，人拢离开上帝，未来认拜上帝，所以因做的人来话办这无有五班的这个世界的内面，上帝爱咱啊，会来做一寡的影响，是无叫这像么罪恶这世界啊，因着咱的这世界的关国哈，伊未如来如海，无未如来有。更加多的这罪恶的这代志，兄弟姊妹，啊，咱怎样有变，会来影响啊这个世界呢？咱怎样会来请罪啊？这个、世界的盐呢？那是因为兄弟姊妹啊，咱有上帝的使命在咱的心内。等咱明白上帝的时阵，咱明白耶稣的这时阵，上帝显然有属于的使命，这新的这使命就充满着丰盛的这使命，有快乐的这使命，无断呢款，咱阁有上帝的这个话语，啊，会来教导咱什么物件是会来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什么物件是被会来得到上帝的这个祝福。所以因做咧，你看到哈，咱就有变，因为有上帝的使命在咱的内面。有上帝为固在咱的内面，咱就会使在这世间来为主做盐啊。等咱爱为主做盐，其中产物件咱会使做什么？就是咱看到唔对的话，会在代志哈，咱唔想卖禁嘴啊，卖讲，是吧？咱应该会来讲出来哈，会来讲，这是唔对，这是不妥上帝的意见的。我会记，好，一般咧，我家一寡的牧师，咱爱到圣多沙的这所在，到花车爱入去哈，到伊门的时阵哈，咱应该爱行礼的，爱买票爱行礼，但是伊门锁开咧。好、哦，所以耶稣讲，他也是低头去开这个咧，所以我就看到，哎呀，好死了哈、哦！
咱就省里唔免买票哈，咱就会使直到圣多山一个所在。但是咧，有只牧师讲唔会使，咱未使按你款做哈。咱应该爱买票的时阵咧，就爱买票。所以因做咧哈，咱就落车买了票，然后看直接圣多山一个所在。所以兄弟姐啊，感觉哈，伊做为牧师了，做了真正好，因为哈唔对一代志，也应该按你款做，相对无起个咧。伊讲咱做卖按你款会来去做，兄弟姐妹就是看物件。咱看到是唔对，无合伫上帝心意的时阵，咱就爱出声，爱来影响别人，是无？另外，咱看到这个盐的作用的时阵呢，就是咱头先讲爱来调味，爱来调味哈。有时看咱来知影，咱来是煮物件，咱来是放东部盐落去的时阵啦，伊比说实在做无会来去无朋友了。所以艺术跟人讲，当最亚说，讲咱是世界的盐的时阵，艺术讲讲啊，无论咱到大家所在，咱无论是地出来也好，有阵时咱地office 内面做工也好，有阵时咱出国旅行也好，也是无论咱对多落个所在啦。兄弟姐妹，咱就是借着哈咱的性命，会来用上帝，会来使用，将上帝的祝福带到地因的这个中间。咱爱怎样会来影响？咱就爱来为着上帝，咱爱影响别个人，其他的人会来明白上帝，会来得到上帝的祝福。咱爱怎样来做呢？咱就爱合适过最敬虔、讨上帝喜悦的一个生活。所以，当咱甲上帝保持一个真正好的一个关系的时阵，兄弟姊妹，咱看到咱就喜乐，咱就有平安。别个人看到咱，为什么？当咱有当时遇到困难的时阵，咱得咱的心里内面哈，咱有平安，咱有喜乐。咱来把咱那些些会使啊，别人看到咱的时阵，但是哈，咱有真少的物件，但是咱会晓得来。但常常会晓得来感谢来阿罗上帝，但怎样来为主，会来做盐的，咱会使真多，咱所相信所挖苦的人，当然哈将一寡的工作简单的时阵，咱会使会来做了真正的好事，做了这样完成。点点高咧，兄弟姊妹，等咱看到别人有者需要的时阵，比如别人有寡诶人发因但伤心的时阵、艰苦心的时阵，咱会来鼓励、来安慰伊。所以，因做兄弟姊妹，咱会使用安尼款的生活的方式，会来为主做盐，影响别人。很难会来明白上帝得到上帝的这个祝福，这是真正的奇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继续跟人讲，伊跟人讲。那那是盐，但是盐失去了这比说咧，做什么咧？做无路用了，就开放的外边啊，咱就将伊下来去打，是无？所以因做兄弟姊妹，等我讲讲这所在，就令我想起在旧约圣经内面这个人叫做罗德，是了罗德下半节城叫做索多玛、俄摩拉，也这所在。那这两个这所在是充满罪恶的这所在。虽然咱看到这个罗德个这个人下半夜所在真正旧的这所在，但是却无变而来影响，因两个城无变而来叫这两个城而来。会改会来领拜上帝，罗伯咧，咱看到上帝就将这两个城会来灭了。其中一段因是甚物咧？因为罗德地因的中间无变，会来挖出这个盐，而这个供应。兄弟姊妹，我感觉，等候咱的朋友跟人讲，哇！你的人真正会特别是无哈？我未来明白哈，为什么你常常在你心内有平安有喜乐？你真正过下来去低调，为什么原因呢？那是因为兄弟姊妹，因等到安尼，等到安尼款，把咱安尼款来讲难的时阵，那是在做叫这样的供应，咱会来吸引人，影响人。会来确保爱明白咱所明白的这位的上帝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唔把咱对今日一开始，咱会使来为做人哈，叫人会来吸引人，影响人，会来确保咱的上帝，叫因会来亲自会来去体验咱的上帝是何等美善的这位的上帝，所以关注恩待咱，关注。属应的，实在地，这世间无论咱地多落个所在，让人下来为主做人，咱大家阿头祈祷，听管你做感谢阿罗哩，显然有这个机会，下来合适的为故，关注班长党，不断断做这听多的人，当然是做这行多的人，叫阮下来画出你的
假使你欢呼，但爱做世界一样，安尼款的基督感恩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这里关上帝来祝福咱大家人哈，实在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上帝大大赐福啦，平安。耶和华神的百姓啊，恁就敬畏耶和华，因为敬畏耶和华的人无欠缺一项。耶和华要行在你的面前，甲你治地，伊无离开你，也无放杀你，所以咱就好打就近稳定的座位。通受怜悯，也得到恩典，最及时的帮助。愿上帝施恩予恁，阿门。每日我已经是俄罗斯，过着丰盛喜乐的人生。
兄弟姊妹，祝福你平安，我们后期再聚会。Thank you.